我想起来点事儿。怎的了？你家结实刚发的朋友圈啊，上边还附着小照片，写着虽然今天是周末，工作依然很快乐，两条小腿紧倒车，勿让青春匆匆过，发自于五分钟之前，定位于挺大个医院。徐经理咋？哎呀，心脏抽筋了，真的。是，我就说没啥事儿，你能办成啥事儿？我也合计我儿子体格不能那么囊。不，你们家结实啊，在我这个朋友圈里那是最优秀的，随根儿。工作当中也是小能手啊，随根儿。去医院能干啥？无非就是帮人忙去了，随根儿。你们没事，如果要担心，就翻翻他朋友圈，什么事儿都一目了然。行，咱现在这年轻人的思维咱跟不上，可不咋，死板咱们老年人，真的是就没事。你说你看看朋友圈，不对他一目了然了吗？是。我这咋一条线呢？我这咋三天可见呢？我好像有点欠呢。我是绝对不会出卖朋友说他把你们屏蔽了，但是我能告诉你们的是，他屏蔽你们一定是有原因的。屏蔽还有什么原因的啊？我看看，哎，他这发的什么玩意儿啊？寒窗苦读十九载，放眼人生真精彩。今朝春花浪漫时，新的起点在飞驰。爸爸妈妈，祝福我吧。你说这小词写的多好，多励志啊！还励志，我这心里都快立冬了。怎么还能立冬呢？寒窗苦读十九载，咋的？他上学的时候我让他吃糠了。放眼人生多精彩，跟我俩一起看的黑白电视啊。今朝春花浪漫时，毕业了，工作了，这要找个女的单过了。新的起点在飞驰，他对象让咱给买奔驰。这出手多大方，你说这。